两个颜色，我们先介绍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们的可可色，可以带一点粉，对，粉色的可可色。然后另外一个我先来，就是我们的经典黑，对，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一双呢，它有两个色系，然后它这个太可爱了吧，这个毛真的超舒服，这个毛很软呢，大家看它的里面，这个毛好软哦，它连里面都是毛的，天哪，真的是小巧思，天哪，它里面也是毛，你不用穿袜子，你就会觉得超保暖哦，穿个棉袜啦，至少底部要穿个棉袜，对，超柔软，所以大家以为这个是绒毛，它连里面都是毛茸茸的哦，然后它这一个的是也是防水绒布哎。它一样就是你的表面在上面，它会凝，表面会湿，对，表面会湿，可是它不会渗透到里面去。我们这个是打造漫画腿，基本上这一款的延伸版，这一款打造漫画腿跟那个就是比较瘦这两款就是非常非常在我们家非常非常热卖，卖超好，卖超好的。而且这一个的款式啊，就是你们我觉得很难的，是因为你要找到防水绒布，然后是这么漂亮的可可色，没错，很难黑色可能会比较好找。你看那个毛的颜色有多搭，大家看那个衣服小片穿，它穿这双其实我觉得它很显肤色，大家看起来它除了白皙之外，又带点气色，很好。它除了毛毛之外啊，侧面一样有做扣带的部分。如果你觉得雪靴它穿起来就是太圆润，或是太可爱了，或者太可爱，我觉得这一双你一定要入手。